對手真係好乾啊！水分得26，但一般嘅護膚霜都好濃，又難推開，皮膚難吸收，直至俾我喺海港城見到佢。最熱賣的產品就是 Shower Gel 和 Body Lotion 嚟嘅，係啦，咁呢個做得比較清爽啲啦，比較滋潤保濕啲，係啦係啦，咁其實我呢個綠色味。而家試上手俾你睇下。咁佢好易推開啦，好香嘅花果味，佢係嚟自英國嘅品牌嚟嘅，咁只需要少少啦，已經對手好潤噶啦，而且咧係唔粒嘅。而家再睇睇個皮膚狀態。哇，誇張啊，水分呢是升到去71啊，哇，這個結果實在太驚人了，水分和彈性都有超級大的進步。首先呢，水分是由 26% 升到 71%， 至於彈性都由 45% 提升到 73% 啊。同埋我想講，佢真係超級香啊，好香嘅花果味，所以我忍唔住買埋佢支沐浴露，沐浴露加埋潤膚霜，勁香啊！看完麻煩你，希望你可以給多個 like 我們，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，還要按旁邊的鐘仔，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了，拜拜。